宝宝，你这是在哪儿啊？你做的是什么呀？蹦蹦跳跳的。告诉爸爸，你在哪个上面啊？你怎么不说话呢？宝宝，你做的这是什么呀？哦，地上还有个大南瓜，是拖拉机下的蛋蛋吗？来，你跟爸爸挥挥手，小拖拉机手跟爸爸挥挥手。我要开拖拉机上班去了，我要耕地去了，快点，宝宝。嗨，宝宝，嗨。你这个不听话的懒的。飞翔车还有这功能？我到这儿来录一录。拖拉机上还有俩稻草人呢。大姐姐在开呀。